这个就是三胞胎，因为现在已经一岁三个月了，双胞胎宝宝。那还有一只呢？在右边树上面挂着睡觉的那是大姐姐萌萌，左边这个管里面是两个弟弟萌，帅帅和酷酷来的。这里趴着睡觉的那一个是我们的英雄母亲双胞胎妈妈徐小来。我赢了，我不躲了。高雄妈妈在树上。